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，并上升为国家战略，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，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，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。顺应当前企业现代化发展的潮流，在现代企业改革发展中，特别是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，把握机遇，顺势而上，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。我们要把生态文明搞好，生态文明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的生活幸福，关系少儿一代的健康成长。